台北市汉口街夜上海卡拉 OK 大门深锁没有营业，锦州街浪漫屋也一样没有开门。这两家店都是基隆岸3687一名72岁退休老翁的足迹。他5月5号到12号从基隆到台北市汉口街夜上海，另外4天去了锦州街浪漫屋，11天就有6天到卡拉 OK 嗨唱。民众听闻惊呼，又是查理王翻版。至于案3688是一名25岁左右男性，他曾经到天籁 KTV 夜唱5小时，并且去海上仙餐厅，隔了14天了才跑出来，自主管理员应该到了。海鲜餐厅紧急关门，椅子全都摆在桌上，等着环保人员来消毒。案3686为一名高三男学生，5月8号开始也有8天在八堵车站的全家便利商店打工。至于因为有摊商染疫而歇业的新义市场，周日恢复营业，但消费者却是稀稀落落。世界快要末日，有的人还是不敢出来啊。基隆市累积40例，民众人心惶惶，卫生局也加强消毒，努力严防疫情扩散。记者朱丁荣、彭新美，基隆报道。